大庄家赌场度假村表示，为了让来宾享受到中秋欢乐气氛，分别在9月10号与24号星期五举行星级喜悦和中秋幸运大抽奖。大庄家会员将可获取总值10万美元现金以及 Easy Play 奖赏。不止每个抽奖日会抽出105位幸运儿，且会员只要在抽奖日当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刷会员卡玩饺子机或桌上游戏，就可以赚取积分并获得抽奖机会。分别是红卡会员可抽奖8次，白金卡会员可�抽奖5次，金卡会员可抽奖3次，以及银卡会员可抽奖1次。另外，每个抽奖日当天晚上7点还要抽出50位幸运儿，可获得价值250元的 Easy Play 奖赏，而晚上8点则会抽出25位幸运儿，送出价值500元的 Easy Play 奖赏，晚上9点则要抽出20位幸运儿，提供价值750元的 Easy Play 奖赏，最后晚上10点则会抽出10位幸运儿，可获取1000元的现金大赏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好运彩灯刷刷乐活动，只要9月份每个星期二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莅临大庄家活动推广区刷会员卡，就有机会赚取价值5000元的 Easy Play 奖赏，且9月9日及30日星期四更有好运彩灯特别奖赏日。观众查询活动详情与活动最终办法，请上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